在数位转型的浪潮里，云服务代表的就是数位转型力。相对于资讯丰富的大型企业，中小企业不一定有足够的能量去延请顾问来做完整的规划。伟谦科技专注在云端、数据、AI 相关的技术，结合了集团本身的制造厂优势，我们是云端业者中最了解制造应用的服务伙伴。再加上中华电信的 5G 技术，我们有经验也有能力提供端到端的数位转型服务。有了伟谦智慧云市集，一方面新创或 ISV 的资讯服务公司可以将他们的开发应用上架到这个平台，以联合行销的方式接触更多的客户；另外一方面，中小企业也可以在这上面找到适合的应用，很快的做订阅、试用甚至取消。所以 SaaS 订阅是一个非常弹性的过程，能够加速中小企业的一个数位转型。那透过伟谦云市集 App Market， 我们希望能够协助中小企业和 ISV 伙伴获得最佳的数位转型和产业升级体验。参加 Tech Orange 2022智慧大工厂论坛，我们找来台湾最领先的企业，分享如何使用数据串起上下游供应链，掌握 AI、ESG、元宇宙三大趋势，一起加入智慧大工厂的行列。